卫星世界礼运大动篇。是方是李先，大家老早，咱继续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。啊，有礼者，咱就真紧会接近成功；若是无礼者，咱若真正成功的人，或者趁钱有地位的人，咱真紧会下台，啊，咱真紧事业。失败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曾经咱一位圣道先生，伊话细汉是无大汉的，伊就出来外面呢，做土水，忙着忙着呢，有一天赚着钱啊，买土地赚着，所以伊赚着。真济真济钱，但是钱赚起来以后呢，伊这个功高心就出来啊。有一天去某人的公司，某人的公司呢，人家讲头家啊，这个拜托你安尼甲到手刷完办好无？哦，恰恰，拍拍叫，那么这个业主呢？伊就真无客气，讲你这少年人，赚了两千钱尔，你就遐尼骄傲，这无礼貌，对我这老岁人，最起码我要业主，我钱互你赚，最起码呢，我是业主，你要尊重我，有话看我讲嘛。哦，这少年人呢，嘛是讲我这撮工课白赚了啦。嘿嘿，老岁人呢，真正有涵养。少年人，万行代志爱有礼。你若无礼者，你真紧事业会失败。你莫干啦，凭着你一寡一撮钱呢，你就家己无礼涵养。这老岁人伊就入去啊。就不爱再跟他说了，咱这位信徒先生啊，少年人，回来千想万想，是怎我会这么无力，自己很忏悔。第二天呢，他就过去跟那些老岁仔人，跟老岁仔人回信了，老岁仔人啊，他就没差别了。所以这位信徒先生，伊就起来先佛寺，搁当个拜老祖，求老祖予伊忏悔的机会。那么拄啊碰着我，对我师父啊，详细经营讲话听，我伊嘛唔知是安那，会遮无礼，遮无礼貌，是安那安呢？我哩何止害死？和你的成功害死，你的骄傲，因为你较早会艰苦，无唔着大家拢毛艰苦，咪你艰苦尔。结果呢，你唔知影天地偌重，结果赚着一寡钱呢，或者早成功，你就早失败啊。你好啊，过去搞医生回去呢，等于呢。伊都个也学医生，个也回去咧。老岁仔人呢，都话啦，叫含养个人，好啦好啦好啦，过就煞啦。自此以后，这位少年咱个信徒咧，开始无江苏，江苏若包落咧，拢袂顺心。
结果经过三年失败啊，了发空空空啊。哦，所以吉日使哪开？唔是讲你有钱，你就来晓摆。这嘛是叫人爱你，所以古圣先贤拢安尼叫人爱有你，有你者才会反省会忏悔。若是无你者，咱未忏悔。人看来，看人夫妇啦，啊你看人夫妇，人看人夫妇，社会世间唔是咱孤一个人会当生存，会当运转法轮呐。所以国主王禅老祖师尊呐，啊，一直甲咱提醒，啊，人赚着钱爱有力，要未赚着钱嘛是爱有力。再来，赚着钱的人更加爱有力，咱无积一个西单费，咱的成就社会给咱的，唔是咱熬。咱的赚钱嘛是社会所给咱的，咱唔通讲咱熬。那咱呐，假如讲咱搞的是，咱一天真紧接近失败，现在失败，咱修好神，咱的祖先护法神在身躯边，假如完成祭祖嘛在身躯边，看咱无礼貌、无礼节，啊，这个祖先全咧感觉这子孙啊，安尼咧无礼的人，佫继续个成功率，也不比社会问题。啊，讲过了，有一天对着地压，做工啊对着落地压，这是真严重的问题呢。所以咱礼的法则，唔是讲干那个好牙善啊尔，咱爱有智慧啊，爱有智慧了，咱就会谦虚啊啦。咱若未谦虚的人，咱需要一定会踏入失败的路径，爱注意啊。爱注意，啊！咱陈其山陈律师，咱提倡到这个啊，易经风水法门，咱的宗旨就易经个风水。啊，风水咧，你会使无信，但是你无多，相对风水的灾难。那我个咧故乡南投中寮，顶一天咧，啊，咱有我的易经大学。啊！咱个张院长带了伊一挂朋友个学生去阮故乡，啊，看了阮故乡呢，啊，有这个啊，专门对你诶，熟人即熟者呢，结果两间呢，拢做啊真无好，结果看起来落枪，所以落枪者，大项事业做袂起以外，落枪。未平安，大家爱注意。易经是大学讲。各位是方是地心，你就是看家己的心或者你，你者，咱是先以看家己的心，以后然后咱才用咱的心甲心来对待。亲戚、朋友，或是大众，那么咱的世间真济智慧，真济问题，咱有个人讲哇，爱家己赚爱拼，事实上咱智慧无够。那就这间厝，这间厝头前路上，后面厝骨悬，左边空空。好，这个路枪欢喜好多，好丫头，兵起住，路起住咧，未赚钱，生意未顺，赚钱记未掉，落底偌济贵就知。路枪咧欢喜，咱路枪的气走入来时啊，出来的是乱流的电，乱流的电，你做事业落哪做？无偌好做啊！啊，所以咱出去咧，看真济店，看真济公司，看真济工厂，若是路上的厝咧，做到尾拢失败，
做到尾啊呢，啊，唔知如何是好。但是有个人呢，就哦，我用改，用改，用我借，我用我钱，我都来借，这是骗人的代志啊！风水归风水啊，哦，地理归地理，你唔相信风水，风水永远是存在。啊，你唔相信风水，风水的感应永远是存在。所以这个罗昌的厝袂大哩，那要安怎呢？咱若会当，咱就改玄关，吼、哦，改玄关呢？改玄关是倒一摆，我卖看哩，总是可以。门内底来改玄关呢，你就会较平和，会较安静。但是有的人呢，拢是讲想成事就好。事实上，你想要成事，事无成啊。大家咱会当减少失败，而且呢，咱就增加成功。咱一个人成功，卖失败的时，你才有法度实践到你。往往看真济信众大德，啊，因为伊的事业。无好势啊，家庭未平安，头壳就衰衰，无法度用人甲人依赖来相待，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问题。所以国主王禅老祖师尊呐，吼，甲咱开示，啊，过去咧，咱弘法已经十年以上啊，得到法益也是有够济，所以咱呐，啊，真正愿意。将国家好的妙法继续过来传予大家，而且呢，扩大服务的层面。过去咱拢伫新闻市伫山区，真济无方便，交通无方便，啥无方便。啊，咱就欢迎呢，啊，咱各位乡亲、各位十方亲戚，咱台中道场、台中市文心南路。啊，106号，啊，恁若会使来遮拜老祖，咱台中道场呢，啊，已经起起来啊，啊，起起来是非常真正庄严，啊，遮庄严呢，啊，面顶有8楼，下骹底下是2楼，1楼呢，就予咱大家来拜老祖求平安，啊，咱1楼呢，啊，就供养到王禅老祖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。相平风水雷电四大天王，哈啊！边啊，拢供养着真济现尊的老祖圣祖。好，咱呐希望讲啊，大家若有时间者，路过时来遮求平安，来遮祈福，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、世界一旦和平。因为咱台中道场是世界和平的原点。好，咱也希望在最近呢，找一个时间，带动道场呢，好，甲各位小朋友搁一届开智慧。因为咱带动道场啊，拄啊要起建设的时，咱举行一届开智慧呢，结果迄早起7点开始开智慧，到明仔7点，好，所以呢，这里啊，咱十方善信大德。咱来真正感恩着老祖，予咱的恩典，甲咱加持智慧。好，我会找一个时间，甲各位小朋友开智慧，一同共同咱来创造社会和谐，家庭的平安甲圆满。叶敬师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为心中的本师。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是智性，啊，智慧之性。贵国主的心法在台湾，自民国71年啊，天人合一以来，在台湾呢地区、世界地区呢，弘法利生，所结的缘就到这。帮忙的人是嘛有够多，
尤其小朋友会开智慧。啊、哦，过去呢，因为我较有时间，啊，甲小朋友开智慧，一年几啊届。这几年来呢，因为真无闲，所以才拢无这个时间甲个开智慧。现在咱台中道场啊，已经去完成啊。是咱台中道场，哈、啊，是内面要开智慧呢。咱台中道场在我台中市文心南路108-6号，文心南路108-6号，每一次那开智慧呢。啊，早起时7点，干嘛在？个7点，24小时。啊，本人呢，下来尊教王禅老祖的圣师加持，来甲小朋友开智慧。啊，体会着做神无好做，24小时爱为众生来服务。啊，体验到神也伟大，所以咱每一年每一次的开智慧呢，啊，咱学生也是非常的多。咱若是要来参加开智慧的家长，你就要有耐心等。当然啦，咱带小朋友来中道，暗时咱拢有好各位小朋友。比较简单，不多天就咧袂枵咧，安尼尔。那开智慧咧，就是将咱囡仔一脑一啰啰，伊会想代志咧，啊常常想到半路都无呀，所以爱甲只垃圾背掉去。所以咱欢迎咧小朋友咧，啊，若有时间甲爸爸妈妈。当时来好多做给我们加持，不过小朋友成绩进步以后爱认真读，发大愿，为社会为社会为国家奉献来服务。因为我们中文20多年来学生开智慧有够多，啊，这么多小朋友开智慧以后成绩的进步，现在的社会，啊，服务社会非常优秀的，非常非常的多。各位是方陈医师，啊，咱礼运大动篇，甲咱所开始嘛是伊哩，真侪小朋友咧，啊，认为讲，伊好多对爸爸妈妈都很。孝顺啊，为什么功课不进步？这跟囡仔的智慧嘛有关系。咱委员呢，哈，咱有缘者，哈，咱来跟大家结一个善缘。礼运大动篇甲咱开始，又有所长，囡仔会当成长，长到智智慧的成长，啊，囡仔也。大汉呢，要无够智慧要增长，这上重要。所以咱大同道场也是礼运大同篇的实践的道场，例行的道场啊。好，咱以后大同道场，咱出去的有服务联合服务中心啊，若是咱若要来请咱的册，咱的妙法。咱的台中道场，咱有一间啊阅读室，啊，咱的文物流通，啊，这法宝流通、法宝流通，啊，是台中道场离各位较近，啊，一只邀请咧，啊，咱出去闹时间食，来台中道场来拜老祖，啊，大家共同来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世界。会当和平啊，家家户户事业会当顺遂，咱共同来创造
咱的社会和谐，共同咱来创造人间的净土。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断落。秀芳陈立先，大家好早。啊，咱继续来讲解《李文台东篇》。咱自这个《李文台东篇》呢播出以后，咱真侪社会上学者、陈立先，啊，大家见面以后呢，啊，因甲我讲一句话讲。师父，你所讲的《李文台东篇》已经进入我的心中，不是我的表面。较早咧读册，背咧两分钟背了了的，啊，要解说咧一点钟，阁要有剩。啊，过去咧是咧读册背，现在才了解是册心，册内底的心。所以咱世间的万法，圣贤所讲的任何一句话，拢是伫提醒咱人，来到世间的是爱注意啊。而且这《李文台通篇》在天上的世界，在咱还未出世来到世间之时，咱的灵魂世界，这嘛是伫甲咱提醒。提醒来到世间要如何人甲人中间的和谐，提醒咱如何的顺序。所以另外一个层面，另外一个天上的世界，古圣先贤甲咱提醒，以礼为主体。咱来到世间，凡是有礼者，必有贵人；若是无礼者，绝对无贵人。这是一个真实义，也是真真正正咱人来到世间的目的。咱来到世间，咱自我要求，我会晓做到一个礼来对待人无？咱来到世间，自我的约束，啊，自我的勉励，我是不是我都用礼？哪个人中间有礼貌来受到人受尊敬无？无论是阿公阿嬷、伯阿囝、母阿囝，或亲戚朋友、主管、百姓，等等，拢是爱用礼来相对待。在咱这中间，真侪信众代表啊，原来咧，伊对《李文台东篇》，伊讲阿姐安尼念闹啥？一旦静心听了以后，发觉讲啊，我今日找到我家己咯。我今日来到世间，行六七十年以后，哦，我终于找到家己的心，嘛是找到家己的生命在哪里？你、你、你啊！所以古圣先贤，尤其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，这大智慧的、这伟大的咱的先人，啊，伊嘛会当表示于你。文台东篇来做治国，来治家，治咱自我之心。所以各位是无妄想利息啊！我嘛委员讲啊，李文台东篇会当讲足久诶。啊，反正啊，因为电视台一年啊，中途以后是毋是我都继续去讲咧无？这嘛是未知数。但是我一定会将在咱。有这一年的状态之下呢，我甲咱所了解的《李文台东篇》，啊，甲所有咱的世间万生万物，
人甲人中间，国甲国中间，或者君甲臣中间，礼的重要性，讲起来真简单，一句礼。但是要做到礼咧，实在无简单。所以《礼运大通篇》内底甲咱开始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啊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这是责任甲义务。啊，男有分，女有归。责任与义务，安尼尔。咱若了解到责任甲义务的时啊，哦，咱就有法度做到礼的一部分。责任，咱来到世间任何一件代志拢是责任，义务任何一件代志拢是义务。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，啊，伊就来问伊的家来事。甲问伊个事业，啊，问问个咧，我讲啊，这人啊，各有一年，人有人个福报，咱人积善德有积者，咱一生自然会较顺遂；，前生无积善德，一生一定来受业报。伊讲师父啊，我无做歹代志，啊，无做啥歹代志，是安尼会对我安尼？我话你讲哦。无做歹代志是责任甲义务，无功德可言呐。这位信徒先生呢，伊目睭金箍箍，干嘛呢？吼，我本来就是安尼嘛。我说咱一生认真做，做好人，讲好话，行好路，这是累积着未来生，累积着明仔以后，我心会安嘛，是未来生呢。所以你现在这些加个六十万回来，啊，你冇做歹代志，这是责任甲义务，无功德可讲。啊，你若是讲啊，我做这有功德者，这即是无开悟。那么你现在所发生的这么多家内事，啊，这么未平安，事业这么顺失，这是咱的业报，业报都是前生、前生、个前念头所发生的。所做的代志，啊，才会应在当下甲未来啊。就是信徒先生呢，伊阿师父安尼我知啊，我惊开悟啊，我惊得到法宝，我出去我绝对袂去怨叹，我一直甲咧想讲，我拍拼就好啊。经过三年后过来，哇，这家己辛苦了，得穿得较整齐咯。啊，这个面相呐，冇几真庄严。我最近如何，杨师傅啊？你甲讲以后，我等下我都唔捌咧讲我的什么啊功德，我拢甲你讲责任我义务，所以我尽心做，心真安。现在我事业也算真正顺时，这也是《礼运大通篇》所开始，男有分，女有归啊。各位师傅，陈弟兄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责任与义务。咱的责任是有够多，义务嘛是有够多。人来世间，拢是在讲权利。哦，咱人啦来世间，跟咱讲权利，这个人上可怜，这个人是有够可怜咯。因为一讲，跟咱想讲人爱对伊如何，伊将来唔捌想到讲我如何来对待别人，哦，所以啊，那这种的人是上可怜的人。那唔相信各位是否神地神，恁家试一间看物啦咧。啊，今日咧，拢家是讲哦，恁爱对我好，哦，恁拢欠我，或者讲我无咧义务对恁安怎，无咧责任对安怎，那么这些人，你一间一定等下会足忝的。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嘛，是安尼。哦，伊是做人袂歹，但是个念头无受过啊佛学甲宗教的教育，敢若受到世间事有为法，敢若自私自利的想法。后一天，伊就来到神佛寺来问伊个代志。啊，伊就是两间公司后尾合并的代志。我讲你合并不合并拢无要紧，上重要你的心。啊，若是一间者，你嘛爱付出。
嘛爱履行你的责任甲义务，两间嘛是爱履行你的责任甲义务。所以无啥物讲得困难，嘛无啥物讲别人拢卖。我早可能开始，哦，咱地铁、地铁、地铁以前，但这边讲别人的歹话，未使讲别人的是非。所以咱每个人拢爱自己反省，我有对人如何无？咱莫甲你去计较讲别人对我歹。你来别人拢甲你，拢认你别人歹的时啊，你一定是艰苦的人生，你的事业嘛未成功。而且是失败的前兆。这位先生啊，伊嘛是听了，我讲老师有理。我过去吼，拢是干咧想讲，我去怨叹怨叹别人，我唔捌去感恩别人。尤其这两间公司的经营，虽然拢是我出钱，我甲想，大家拢是贼啦。我哩这是你上痛苦的所在。伊讲吓啊，我若想到我阿公司啊，会安对我安怎的事？我迄暝就袂困哩，天早起高血压就来啊。所以咱人伫世间，你既然要信哩，就信哩；你若唔相信哩，你就莫大家莫斗阵。真简单的道理。啊，你为什么这疑神疑鬼？这木到尾啊咧，你钱出哩遐济拢无功德可言。结果咧，你家己的心啊，家己身体拢歹了了的。这位先生上，伊只讲师傅啊，谢谢。安尼，我出去可能高血压未起来，我暗时我真好困咯。所以这也是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责任甲义务的这个立场的看法。各位是不妨理解。啊，男有分，女有归，有入出世甲入世。那么男有分，女有归咧，责任甲义务。好，责任甲义务分作。入世法啊，这个出世法，咱今来讲这个入世法呢，咱人家呢敬业做事业，正确的工作，嘛是一个孝道，做人子孙应该尽的义务甲责任。那么现在上重要就是这个出世，出世法，大孝、孝道甲修行。出世法，每个人你安怎来，一定爱搁转去，无可能伫世间住老久，老皮嘛上好食八百遍，嘛是爱离开世间，爱搁转去天上的世界，转去灵魂的世界。所以你既然咱来到咱的灵，对灵魂世界，来到咱现上世间的世界，咱其中一件真重要，孝道。咱入世法的孝道咧，是对许多人，哈、哦，咱恭恭敬敬，啊、哦，烦恼以前，哈、哦，食，啊、哦，咱会当安安心心咧，和许多人嘛安安心心，这咧是非常重要。以外咧，出世，咱的许多人，唔只是许多人尔，咱要过去生多生的父母，所以过去多生的父母咧。啊、哦！你要如何起来尽有孝呢？有人讲老师啊，我这些个有父母都无到尽孝啊，我到尽甲这个过去生的父母。那么你一这生有形有相，看得到父母来尽孝较紧。啊，你无形无相，你多生的父母，咱要尽孝都是真困难。因为咱看无啊，唔知啊。但是佛所讲的真理真言，实实在在是不离啊。所以，咱拢照着宗教，仰仗着宗教，诸佛菩萨会慈悲，甲咱做咱的最，吼，力作先贤的友好。所以，一个人若要顺事，你若对祖先不好，你若会顺事的孤等，我都唔相信。哦，咱若对祖先不好的时啊，吼，你若讲啊，真真正正会当互希望囝讲哦，做状元。哦，一落迄个，迄我嘛唔相信，迄落暂时虚花一蕊尔，真紧都卸去啊。所以咱为心中呢，像积善善律师，咱每一年呢，拢有举行足济次的法会，哦，仰仗法师的大
自卑力，啊，专施各位的功德，啊，吊下着咱祖先，吊下着咱远亲借主，吊下着咱的英灵，或者咱厝的地基主，哈、啊，来端前上敬，啊，这个专施仰仗佛力，甲咱加持。自即日起，维新电视在中。各位是方陈弟兄，咱的爸母不是干那一世尔，咱的前生、多生的爸母，咱的兄弟姊妹嘛不是一世，嘛是有多生的兄弟姊妹。所以咱来到世间上大的目的，咱就是。来接受到佛法，啊，接受佛法以后呢，将佛法的功德转世回向，予咱的多生父母甲兄弟姊妹。啊，尤其咱的完成祭祖，每一天依附伫人的身躯，啊，对咱各种各种的阻碍、障碍，代志嘛有够多。所以我们要顺时吃，我们除了自己要修行以外，我们平常时我们有人出面头尾有神明神明生在做法会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参加到这个佛陀超度祖先跟完成祭祖，尤其我们的英灵，我们就没想说要让生让来世间，我们就把它提出去，你甲提调是真简单的一日一时尔，但是咱甲咱的婴儿、咱的囡仔有约有束，哦，生生世世，大家有约束来到世间，一即生即世要来做一个家庭，一个分子，大家互相要来相庇应，无想到咱因为生活的关系，啊，甲认为咱是一种器具的干物。一用多年，所以结果咱无好生出来，我提掉去，流散掉，这拢是有真深的因果关系的存在。所以几个先师往禅多做大主大悲开始，若是众生有犯着这毛病者，咱爱实时的反省、忏悔、依化呢，哦，咱爱这个做。念佛的回向，啊，甲依佛是啊，你发挥时，咱来参与超度发挥，互因来咱的端上听经闻法。咱这回发挥咧，咱的恭请、敦请着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上明下定大师，哦，大法师咧，啊，伊。甲领导着戒德回向菩萨，啊，来甲咱共同来圆满。咱伫世间，大家拢咧打拼，拢咧努力，但是咱唔在倒去犯着得地，咱往往咱嘛唔知啊。那么，咱只有上好方法，咱来伫佛祖生日的时，或者神生日的时，咱办这个法会，仰仗佛力。佛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，各位会记哩。啊，咱发挥得要够啊！农历十六啊，剩无几天，希望家家户户平安，迄阵咱国家社会共同所得到的福报。若是一个人未平安的时，一家未平安，是咱国家社会上大的损失啊！哦，所以咱爱了解着任何一件代志，咱男有分，女有归，这个就了解咱自己，我该做什么工作，是我家己做，咱免一定讲哦，人讲叫未使的就未使的，嗯，是安尼道理。咱来了解真理，了解天理，安尼是啊，咱所做的点点滴滴，哦，每一项事业的，咱拢是合天理，合心理。合祖先的心，安尼咱才会顺治。哦，最近来一句，因为本人呢，电视中讲解着祖先对下地的重要性，所以啊，咱也真济真济咧，咱的这个叫做信众大德，
啊，伊啦，啊，真正这条路，对子孙啊，吼，那希望真大。所以啊，来设祖先，来祭拜啊，渐渐的真济啊。家庭要平安，事业要顺遂，咱一定爱祭拜祖先。那无咧，你敢若怪讲哇，咱的囝，吼，无乖，怪囝。无安那无安那时啊，吼、哦，咱爱注意，吼、哦，咱时间的关系，甲遮就断了。